俺那个不要那个，你在那搞的，哎，自己长那种的，接了对不对？哎，接了，哎。不丢了，你姐欺负你妹妹吧？哎，从我们这个牛场上去就是我们的柑橘园了，现在上去摘一点柑子。看，接了好多，这个是沃柑，接满了。拿剪刀过来，从这里。这个蓟城坏了好多，全部被蜜蜂叮过。看一下，全部都掉了，好可惜啊。这个可能也是被蜜蜂叮过吧，剪下来看一下，真的是的，你看，哈，看到没有？看一下，也是被蜜蜂叮了这样一个小小的洞口，就坏掉了。叔叔，你过来嘞，能吃一半吧？这一半就不吃了。我这里又一个全部烂掉了，看一下，好可惜，瞎可惜啊，瞎可惜啊，那个红了的全部都是被那个蜜蜂叮过。思文去摘那边的，那个不要了，过来，这里。看一下，这个柑橘本来是今年是丰产的，这么小一棵树，你看结满了，只是这个树没有管理好。这个枝稍微弄一下就掉了。摘了这三个可能也是被蜜蜂叮过，好红了。嗯，思文，好多，你看，这个树枝都压断了，这个就接了六个。就不要，我这个都哪个咬个咬的，大树枝嘞，我你看这个树枝都咬断了，不行了，我想这一棵树结了有几十个。现在选一点这个红一点、熟一点的回去吃。这个都好熟了。这个全是泥巴。要踩一下这草的缝。好甜，是不是啊？是。嗯。剥开。这能吃吗？帮你整个大的。哇，这个好大。
这一个也可以。干嘛啊？看一下，这个好大，就是有这个疤，不好看，但是好吃。嗯，那几个回去就可以了。吃完了又上来摘呗。哎，那要不要摘了？不要了，走吧。多摘几个呗。累死。再摘两个吧。你都没做，还累。这里有牛草，过来把你牛草回去给牛吃。不要。这个是沙滩菊。好酸、嗯、还没上甜，还没上甜呢。一袋子吃完了再上来摘，这很方便的，看一下。